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系香港置业提升分享嘅 Shy Chan 啊，今日会为大家介绍嘅系一个九龙塘嘅蓝筹屋苑北架山一号。事不宜迟，我哋边行边讲边睇，好唔好？喺我哋嚟到呢个位于六座嘅 C 单位啦，咁成间屋你见到啲装修都好靓啦，咁佢以一个白色为主调啦，同埋有啲水晶嘅。好，大家看完呢个咁靓装修的单位，系咪好有兴趣呢？如果本身你都对装修个里面系好有要求的话咧，咁欢迎你预约上嚟参观一下。我是提山分享的 Shy Chan， 下条片见。